小泰罗把爸爸气哭了。我们用关联词来造句，一边一边，爸爸一边开车一边看美女，不仅还，爸爸不仅爱玩手机还爱看美女。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改变不了爸爸爱看美女的心。虽然爸爸知道这样是不对的，但是他死都不改。好了，知道你爸爸爱看美女了，你就不能加一个其他的人物吗？请听下一题。如果这些让妈妈知道，爸爸就死定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大哥，小红书。